因为你不散开开就讲话吗？没有啦，他们也很少问问题耶，全部很厉害煮，不用问，还是他们很专心的看你，看你煮菜。我今天炒的这个是什么？什么来的？这个？我在巴当的时候有吃到这个四角豆，还是四方豆，一条长长的。四角豆还是四方豆？啊，长长的一条的，这个在巴萨就有的卖了。巴萨就有的卖。快点去去，它就是炒那个伊甘比里索那个酱鱼。OK， 我拍你的锅。我先把这个酱鱼下去爆一下哦。你们看那个，你们看那个镜，你们看那个镜头对吗？你们看那个镜头啊，会不会好像蒙蒙这样？对，我看好像蒙蒙这样。喂，把这个酱鱼倒下去。对，把这个酱鱼倒下去哦，哇，再喷油，再喷油。爆香那个酱鱼。爆香去先。包云顶四角豆，对，下面这个是四角豆，啊、对，方豆。四角豆好吃。有人叫四方豆，有人叫四角豆，都一样。我先让你们看他煮菜了哦。OK 了，不用了，看得到你。好，看得到。好，现在烧香啊。改次留一个样本给我们看，什么的。就是说我们不要煎，我们先不要切了。好好好。来，酱鱼好了哦。给这个酱鱼爆香脆，把它爆到脆脆，然后倒出来哦。这个是等下放在上面哪里？那个酱鱼架放在上面了吗？对，等一下我要放在上面。再倒点油。爆香这个洋葱，你爆香这个洋葱。蒜米。蒜米。Hello, Lilian. Hello, good evening, good afternoon. 你们都开始煮晚餐了吗？还是在看我妈妈直播？直播完了你们才去煮？爆香之后就爆香就可以把这个倒下去了。有一条啊，对，OK 的，样本在这边有一条，他忘记切，你看在这边，这个就是四方豆，然后四角豆，很好笑了，快点切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，这样子扒下去，它很脆耶 ，Hello， 秋花饭碗好，刚好一条，啊，刚好有一条啊，刚才龟 K 不是想要留一个样本吗？啊，样本在那边。谁来？这么香到哎，你看。他想，可是想说他在 market 有看到，可是没有买，因为他以为是 Malaysia 马来人的菜。没有啦，反正也是可以吃的。亚姐，今天。把这个虾米辣倒下去啊，给虾米辣，这个是我们每次用的虾米辣，因为弟弟还在做工没有空，他做到6:30，所以今天我带直播，放点糖，可以放点糖，酱青辣椒也倒下去，给辣椒倒下去哦。 OK 我给你们看那个虾米辣，把这个酱鱼也倒下去。哦，不用，留一点在上面啦。啊 ，OK 了，来。OK， 这下妈咪你倒了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就是我们用的那个虾米辣。那些新进来的朋友，可能你们没有看过这个虾米辣，这个就是我每次用的这个虾米辣。嗯，你们如果看到的话，你们可以去Sheng Siong Prime 都买得到，有些在 Prime
supermarket 还是新松都买得到，可是我们这个是大罐的啦，因为我们很多罐一起买，买一箱就有大罐一 kg 的，在外面 supermarket 卖的是小罐的300克的啊。就是这个是江鱼炒香鱼，江鱼炒四角豆，然后这个是。